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 Fantastic。今天我要教大家怎样做 Pancake。我相信每个人都认识 Pancake 哈。今天我就来教一教怎样做这么容易的 Pancake。所有的 ingredient 和它的分量我会 post 在我的 description 那边，可以让大家参考参考。准备低筋面粉，或者叫做 kit flour， 一茶匙的木薯粉，一茶匙的 baking powder。1/4 茶匙的盐，加2汤匙的糖。如果喜欢甜的朋友呢，可以多加几汤匙的糖。然后将它搅拌均匀，现在我们就准备杯或者碗，然后将鲜奶倒进去，将薏粒蛋打进去，蛋白跟蛋黄呢不需要分开，现在我们就准备1茶匙 vanilla 的香精，然后就将它打均匀，现在我们就将它倒入刚才我们准备好的粉，然后将它搅拌均匀，均匀后再加上2茶匙的已经融化好了的牛油，搅拌均匀后我们就可以准备拿去煎了。现在我们开大火，将锅热一热它，过后在煎的时候呢，我们用小火或者中火煎我们的 pancake。 记得哦，千万不要用大火，不然的话烧焦吃不掉，要丢掉，很浪费哦。现在我们就将我们的油，要用食物油或者牛油都可以，涂一涂在我们的锅上，建议说用刷子啦，因为刚好我没有刷子嘛，要用 tissue 也可以的，像我这样涂一涂它。现在我就将火候调到最小，现在我们就可以准备我们的 pancake 淋上去，淋的方法就这样，慢慢慢慢的淋上去就可以了。
然后要怎样知道呢？说我们的 pancake 可以准备翻去另一面了。第一，就是在这个部位看到它已经熟了，就 OK 了。第二，就是在那个 pancake 上面会看到一个泡泡，起泡泡那种，就是它已经熟了，就可以准备将它翻去另一面了。来，准备翻，呼啦，耶，漂亮哦！另外一面呢，我们就等大概两分钟时间。两分钟过后，我们就翻过来看，如果它的颜色是 OK 了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准备将它拿上来放进我们的盘内。如果还不够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再继续煎它。哎呀，美到不行然后呢，我们又再做相同的步骤，将锅涂一涂油，然后又再放第二个 pancake。 我想我还是买刷子比较好，不然的话呢，我的手应该会变成烤猪手，因为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来，烤完了最后一片，哇，最后一片是最漂亮的哦。将它放上去，虽然 size 不同啦，因为有一块是比较多一点那个粉，所以说不用紧啦，最后还是在肚子里面吗？ OK， 排好来，准备一块牛油放在上面，然后将蜜糖淋上去，哇，看了是不是流口水哦，很好吃哦，甜甜，然后带点少少的咸咸，多或少那个 honey 都可以，看个人的喜欢。好了，我们的 pancake 就大功告成，真的非常谢谢大家观赏到这一个段落。所以说呢，如果可以的话，记得支持支持我，我还会有更多的甜品还有食谱跟大家 share share 哦。别忘了按 subscribe， 按铃声，谢谢哦，拜。